等一下，我要救你了！哇！爸，你那么厉害耶！爸，We got this! We got this! 好，没事了，现在我来了。哦，你真的那么久，我刚刚被他打好几下，我脸肿起来怎么办？我没办法哎。啊，对不起啦，小T，我刚刚不小心的。 没事没事，我们一起在一起。啊！所以现在我们是赢了吗？现在是怎么样啊？啊，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好像只有一个赢家呀。啊，那现在怎么办？ 打我！打你！打我！对，你没听错，打我。好，喂喂，我操！恭喜你们两位成为这次游戏的最终冠军。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两个一起赢吗？怎么一起赢的？你们两位参赛选手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团队精神。所以奖品是什么？一个离开这个破地方的机会。 一张提供更好未来的票，转学到Stanford。那个游戏已经过6个月了，你觉得值得吗？我觉得值得吧。我觉得Stanford比较适合我，Berkeley不适合我。我很开心可以来 Stanford。你呢？我还是挺怀念 Berkeley 的人、校园、ghetto， 还有很怀念那个 frat。怎么说啊？ 因为王美，你跟到哪儿，我就会去到哪儿。你干嘛啦？干嘛？我不能表现我的 feeling 吗？哦，随便啦。但其实我也很开心跟你在这。 And wait till sunrise My darling 可不可以只看着我的眼睛说你愿意陪我一起与我流离请你轻轻摸摸我的心说你不小心一不小心倾泻了